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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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。愿界如来真实义。愿界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要来甲各位介绍，咱这位论文必修的功劳者，就是榜阳宰相。那么，咱这位宰相，伊将《楞严经》甲伊千亿个必修个论文，后来才造皇帝将即个即部经进入了即个内廷，啊，毋过皇帝并无即时颁布，后来即部经就藏伫内底，到甲新秀伊。进入皇宫了后，伊才把内录出来。你看，这部经，你看，该什么人去做，该什么人去把伊呢弘扬出来。时间到，自然都有迄个人。那么新秀呢，伊呢去把伊录出来了后，才会使讲家常原本呐，就。很快就给它流通，盛行开来。迄个时阵，榜阳呢，会使讲确实对这部经真有功，实在伊的功劳足大，啊嘛利益着大地众生。因为安尼呢，咱都袂使讲把伊的功劳砍掉。总共各位。榜阳是清河县的人，伊对于李政务宪宗法度种种的事务，同时伊兼做左右相、两相、将官、王官之事。伊迄个时阵官名叫做正义官，就是大政风化、辅助人才、维持世道。伊就是基建贤能的这个职务。那么榜阳本人呢，伊是虔诚的佛弟子，所以伊做在家受菩萨戒。这嘛是宿舍因缘啦。当时梵净跋那密提，伊将这块呢，白绸啊布，佮对伊的手刻出来，花已经剪掉了。这个宰相拿到这根花把它凝固的这块白绸布，每天就这么烦恼，这要怎么看，这顶哭哭了，对吧？花呢把它包掉了，就这样每天走来走去，正拄好那天拄伊的查某囝，因查某囝嫁出，那天拄啊转来外家。拄啊好呢，因查某囝的囝咧哭，伊咧甲饲奶，看因老爸呢，安尼步来行去行来，伊就出声问因老爸讲：“你是安怎较会毋困呾行来行去？”因老爸讲安尼啊，很难得印度的高僧送一部经来。用绸啊布写，花拢剪掉嘞，我都毋知要用啥物方法来甲伊泡开啊。所以各位，你甲看祖囝智慧比老爸较好呢。因祖囝讲，你互我看卖啊嘞，伊讲你看安尼即卷啊，简单啦、我用冷甲泡。因为伊即花甲剪掉嘞，冷就是花啊，所以因祖囝就讲嘞。你去拿一块碗来，我接那个冷哦，给它泡。
哇，因老爸听者就足欢喜，赶紧摕碗来。因祖囝用铃家接伫迄个碗底，即块呢，滴我布才甲囥喺内底浸。哎，花见花朵扬起，就张开，扬起。哦，皇上非常欢喜啊！哇，原来呢，啊，这祖囝呢救伊的一个欢乐啦。所以呢，伊就赶紧去把这个滴我布已经摊开了，遐花拢扬起了，赶紧送去哦，这个拨兰蜜提尊者，叫伊赶紧翻译。那么，这个伊本人则用必修的责任。所以呢，从这个经过安尼呢，啊，告诉我们，这个立明传译的经过这么啊辛苦呢。各位，咱不是讲一部经讲啊这么简单啊，爱看就甲看，啊一部经哪有啥啊？你甲看伊这部经内底的主要的角色有偌济人对。圣龙菩萨去龙宫看到这部经，开始甲背诵出来。你安尼，你就知古早你看遐祖师的智慧，真的过目不忘啊！啊，甲背起来，背起来了后，就搁甲写，写好我，你看看啊，经过偌久，才有这种人去解伊呢？安尼甲密诵，密诵条条啊，甲安尼甲念念念念记起来，紧甲写出来。为着要送这楞严经出来，命嘛很危险呢，所以既然送出来，就搁爱有皮肉的痛疼，皮肉痛疼，好甲再来到中国，碰到这个宰相，搁是佛教徒，会当接受啊，所以接受了伊了后，啊，经过翻译，经过呢疫情，经过呢。人家伊呢论笔，搁再呢经过家必修，你甲看安尼过程有多少？最后若无因祖囝，即关若无因祖囝，即部经嘛是无都通看到啊。也啊是讲因缘就是安尼。今仔日咱会当呢了解即部楞严经，会当呢传流伫即个世间，我们要有感恩多少功德者啊！偌济人吃过苦，偌济人辛苦。我们总是要感恩他们，啊，所以第九门呢，就是咧讲到这业者。那么第十门就要进入经文来哦，叫做别界文义。这个别界文义呢，咱分作三科，有俗分，有正宗分，有流通分。那么这三分呢？讲经的这个呢程序过程，对东晋道安法师开始就有，也后来呢，清光菩萨伊的佛地论内底，他也有三分哦。伊嘛讲起教因缘分，性教所说分，信修奉行分。所以清光菩萨的三分，甲道安法师的三分，文义阿义拢总共款。所以后来呢，凡是讲经的法师，拢依止道安法师的这个讲法，分作这三分来说明一部经。那么是同款，不没有例外。所以第一，咱先来讲序分、俗分，各分有正信分、甲法起俗。正信俗就是咧指这部经诶，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信、闻、习、住、处。种，这叫做六种成就。这六种成就要来证明这个法可信，安尼叫做正信俗。所以各位，在咱这个经本内底，就要开始进入经文啊。您看第十三页后壁面算倒过来第三抓，第三抓就是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色罗法行，机缘精舍，
以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偈。好，咱即摆来先读到遮，先把遮个文呢做一番个说明。如是就是知法之时，五文就是说明着受修之本，也就是咧说明这本经十卷的经文，是我阿难亲亲将佛的所在听到，啊，佛传授，而我来领受。那么如是，就是信顺之意咯。六种成就中，第一叫做信成就。信就是叫做如是，不信叫做不如是。当时结集经典的时阵，大众要请阿难将伊所听过的这个经典，安尼讲出来。如世尊所闻，同如是说啦，吼，就是看你听世尊讲啥，你就安怎讲。阿难就答讲啦，如是当说。如我所闻，就是甲因讲，讲好啊，我就是照安尼讲啊，啊看我照安尼听来，我讲互恁听啊，啊，这就是叫做属于信顺。那么诸佛因中呢，由信生解，以解立行，因行而证这个佛果。《华严经》内底讲，讲信为道源功德庙，中用一切诸善根。所以信就是佛道的根源啦，信就是咱的五根之首啊。信根既然具足，一切功德就是由信而生。所以信称作功德之庙啊。一切善根拢是由信而来增长的。六种成就内中，以信第一。就是叫做信成就。如果咱也袂当相信佛所讲的，当然你就无法度得到这本经的利益。相信这个过程了后，你才会当该深入研究。那无呢，你就袂去该重视这部经。那么如是，就是阿难甲你讲这部经。就是因为我在世尊的座下听闻的，所以我的如是就是信成就，我闻就是叫做闻成就，就是第二个重点。咱佛一直拢是主张无我，不过呢，每一本经开头一定念一句如是我闻，各位。如果你若是无听过经啊，你一定会感觉讲，啊，这安尼敢无出入吗？啊，佛教毋是讲无我嘛？啊，为甚物恁来开嘴就讲我闻？哦，啊，若听过经的人，伊就知影讲这个原理在哪里呀？啊，我字这字呢，有包含四种的这个意思无同。第一，就是凡夫妄执的我。第二就是外道妄计成我，第三就是菩萨随世加我，第四就是如来发心的真我。阿难称我，伊是随顺世间的假名称我，所以这个文字，文就是将念经发念识，所以听闻佛的声教，由念达心。所以才会当记忆啊！咱佛以一切众生，拢普通，咱拢认定，耳孔就是会闻。所以呢，奇怪，咱的经拢无讲耳闻，拢讲五闻啊！所以这就是呢，互咱。知影讲，这个文字有深深的意义。而咱这部经讲五文，就是这个文性，唔是咧指这个肉耳啦，这个肉耳
不是我问啦，不是在听啦，这就是在指呢，咱的文性是心，非是念，咱的心中有不生不灭的文性。那么透过这个经来问法，各位，你有看到人迄个耳仔，这个耳朵无这个耳仔的无？无啊，不过伊嘛是有听到啊，对啊。但是呢，耳仔无听到，无耳仔，搁这个孔嘛无去，伊有听到无？无听到。不过呢？伊目睭知影，伊就知影好，伊就来啊，伊就知影讲无爱。用耳仔听，还是用啥听？用伊的根性听的啦。他伊已经耳仔都臭人啊，伊也无听到你的声音吗？啊，不过呢，他可以看你的肢体语言，用你的身躯的动作，伊就知影讲好甲唔好。所以，这个肉耳呢，实在是无文化的功能啦。所以，袂当叫做耳闻，爱叫做五闻，就是咧指咱的本性。不过，咱一切众生拢是妄认四大为自心相，所以认为六尘缘影就是自心的相。啊，非我即我。所以就生起一个妄我。那么外道呢？伊伫这个五阴法中，一一拢各有四种的我。外道伊讲离色是我，即色是我，色在我消，我在色中。所以我在色消，色在我中。过去有我，现在有我，未来嘛有我的存在。这就是外道，因伫咧讲的这个五。那么这个五因搁加三世，各位，五因搁加三世，就搁加这个断相二见，合起来都六十二种的成五。外道有六十二种的成五。那么出世的圣人呢，因文化修习了知四大皆空，五因是非我，为传持正法。所以加名有一个我，所以这个我就是加我。诸佛菩萨因已经亲证自受用的法身，所以叫做真我。诸佛菩萨以高傲起用，现大现小，现尘现刹，无不自在无碍，所以那个我叫做自在的我。但是现在阿难称我，那论本文，合理该是发心的真我。啊，那欲结文，结文呢，就是实现，这叫做加我。所以《法华经》内底讲，讲我以阿难在空王佛所，当时发菩提心。这句是世尊讲的，可见阿难。伊的积虽然是做消性，其的本文实在是高深莫测啊！所以咱这本经处处实现，这个阿难作执着，作迷惘无知，实在是大师理性的方便啦、啊。所以我对开始就甲恁讲啊，阿难是主角呢，伊演了若无好吼，安尼是袂使呢。所以要演得很像的，伊要演一个《楞严经》的主角，所以要犯难呐。那这个过程呢，这阿难已经演成功啊，所以呢，红骂嘛骂真济啊，对不？啊，这很成功。所以呢，对于阿难伊所开口呛讲如是我闻，这个内容。还有含着四种的功能存在。第一断众疑，第二变佛性，第三色精论，第四是因缘道。
因为咱分别多了啊五百罗汉，二七业群结集着经藏的时阵，阿兰呢，伊成就上好呢，敢若亲像佛，大众升起呢三种的怀疑：第一，疑佛搁再来；第二，疑阿兰成佛；第三，疑他方佛来。大家拢看一下，拢讲哦，阿兰上早起哩，哪会拢面相拢无共，对无？怀疑。不过呢，当阿兰上台了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，无啥物所在。即句一念呢，三种疑问顿息，所以叫做断众疑。大家一听到人啊。就是阿兰听来啊，迄毋是佛，搁再来。第二点呢，变佛俗，佛附俗，因为佛伫要将入涅槃的时阵，阿兰呢，伊足悲伤啊。为什么悲伤？头前面伊讲啊，伊佛问伊讲，啊你是安怎来出家？伊讲吼，因为我你是我的大兄啊，啊我吼，你足疼惜我，啊我就是呢，为着你我才来出家啊。做师奶啦，对哇。所以因大兄往生去来讲，对伊来讲，伊就失去了这个呢，一个保护共款啦。所以伊就足哭，一直哭，哭到唔知影通去问代志。后来伊一个堂兄叫做阿那鲁道，阿那鲁道呢，就家叫啦，阿兰，你唔通搁哭，你有任务啊。伊讲我要安怎？伊讲我甲你讲，你赶紧去请问世尊。世尊得要进入涅槃啊，有四件代志足重要，你紧去。第一点，你爱请问世尊，你在世的时阵，阮是以佛为师。那么佛你若灭度了后，阮要以谁为师？第二点，佛在世的时阵，我定是以佛为主哦，对佛做大。那是佛灭度了后，以何为主？第三点呢？佛在世时，恶行比丘，佛为调伏，佛若是灭度了后，要如何处置之？可见佛在世嘛是有迄种无受教示的比丘啊，对吧？第四，佛灭度了后，结集经典的时阵，一切经受。要安怎发落安置依然？哦，阿兰听一下呢，讲哦，这足重要，较紧的。佛伫要入涅槃，佛嘛是咧等伊要问这四件代志，问了就差不多要进入涅槃啊呢。所以阿兰请问佛，佛就甲伊答。第一个问题，我伫咧，就是恁大家拢以我为师，不过我若是灭度了后，以戒为师，戒。戒就是规矩，戒就是方案，戒就是大家共同遵守道定的一个呢，非常好的师傅。所以大家是个人修个人的戒，相安无事啊。师傅无在的嘛，不要紧啊，对不？今天个师傅无在的，你就俗语讲啊，鸟若无在管，啊鸟鼠就造反，啊第一这就安尼就无戒啊，对不？有戒在嘞，师父在不在无所谓，师父无在，咱嘛是同款，照规矩来，这个规矩就是戒。第一点，知影。第二点，佛在世时阵，咱是靠佛带你对，咱就带你对呢。啊，佛无在啊，无人要供养啊，啊，无人要互人，唔知要带对啊，啊，所以呢。世尊就甲阿兰讲：“以四念处其诸啊，四念处呢，就是啥？第一，观心不净；第二，观修是苦；第三，观心无常；第四，观法无我。各位，要安怎观，才会当安住咱的身心？因为时间的关系。”对于阿兰请问的重题，咱等候明仔载再继续。
来甲各位说明遮个重要问题。咱一世人学佛出家，拢总爱捌，毋捌啊就乱掉去咯。所以咱若捌，我们就规规矩矩，不管任何人，拢家己会自律。那么各位，咱伫即个电视方法，要用着足济个费用，希望各位听众，恁着大发慈悲，啊来帮助原教师、提愿师建师基金甲弘法基金功德无量。好，咱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